小儿子还在。林哥，亚哥没事了。林哥，你看，二老婆在关心，小儿子也在关心爸爸。对。哇，脚开开了。嗯。其实大型对这些东西敏感，比如像相机啊，像那什么那种摄影机，大型机器那种，会不喜欢。哇，这狗啊，听到喇叭声就会叭很大声，就会生气，就是代表它也不喜欢。嗯，小儿子爬到妈妈背部上面的，嗯，妈妈还在就叫很奇怪，哎，二妈妈动了，孩子也说老公不用，然后那些人说老公你先等我，我去看。老祖出来了，大孩子在爸爸旁边，嗯，嗯，二妈妈还是继续给手机啊，哎，小儿子在观看。啊，抽出来了，哇，一根跑很高兴跑出，好，喂，有点心可以吃了，这个小孩子也他说有点心可以吃了，对，哇，哇，小孩子进去了，进去分给哥哥，啊，妈妈是全部放在全部放嘴里面。对。你要走进洞里面，哇。嗯，出来了。还是在外面。嗯。哦、老鹰呢？这天还在上面盘旋呢。有什么东西吗？嗯。哇。小儿子跑到石头最高上面了，嗯，是不是要喂啊？要听到声音了，应该有听到那个桶子那个，对，桶子那个声音哎，对对，那表示那个保育员来了，啊，妈妈还是要把它带着的样子，对，门是亏了眼。我们开了，太热了，那就到里面去吃了。